步启动。节奏出来都会搭配四个声音在这里，跟我们有没有那个一样的，然后这里叫做面板设定，面板，自我设定的，这个很重要，音色和节奏，音色节奏你各方面都做好了，然后你就按一个设定在这里，我的设定，在这里，转调直接在这里转，你回到主画面的话，它会在这里。这个是回到第一页啊，那一下要减三个调嘛，啊，减四个调有没有？我没注意过这一点，蒙掉它，照过来。啊，零就是 C 调嘛，啊，剩一个 key， 但是你输入和弦就会写出来的，啊，这边剩 C 调嘛，你随便乱按，然后你输进啊 F 调，有当时啊，咱先起者起 C 靠拢。哎，好，这个现在我要弹那一段。